大家好，我是小朵。这两天啊，一直下雨、下雪、刮风啊，也没好好赶海。今天退大潮了，太好了，下去抓海螺去。告诉大家一个抓海螺的秘诀：退大潮，石头滩、泥巴滩 ，OK， 找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不是说每次退大潮都有啊？他那个看天气、风向。海螺壳，哎，还不错，有小眼儿，钥匙。哎嘿，海螺呀，还是活的，这种螺，看，这种螺不是很好吃。咱们就在这边石头堆里找啊，好大一堆石头。这潮水还没退下去，这个大冷天的想抓个海螺实在是太难。哎呀，这个海星真的是压抑了多年，今天释放开了，啊，展开了你今天，是不是憋了好多年？回去我给它整整形。大海虹一串子啊，这个东西应该是放在海里当诱饵用的啊。这个不要，来货了。哎呀，看，现在天冷了吧，缩的也慢了，不如下潜的时候了，还会尿尿。我看到前面好像有货，啊。我这火眼金睛不是白练的，看这里啊，一个，啊，哎，哎呦，还沾石头上两个，看，一点双胶，啊，继续找，太过瘾了。看这边哈，我刚才我还以为是个猫眼螺，我这走过来一看，不像，看，前面是它打的洞啊。哎呦，搞了半天是个鬼头蟹，我这还寻思是个什么螃蟹呢？看，嘿，这种螃蟹行动缓慢啊，非常缓慢。看，就等到你反应过来还要夹我，你等着吧你。他来了，他来了啊！这个明显，看，活的。这个壳，在这里有一个，看，哎，粘在这个石头上面的，哎，大海螺，看，现在缩的很慢，因为天冷的原因都冬眠了哈，看，看，这都是那个什么嘞，海菜，对，这不是紫菜啊，这是海菜。可以吃的这个东西，凉拌，超级棒。等到下线的时候，再过来搞它。哎呦呦，哎嘿，哎呀，这个大，这姿势啊！这抓着抓着，不知不觉又被海水围起来，涨潮了，快跑啊！快走，看看收获。今天抓了这多少？十来个吧，不算多。还有一只鬼头蟹，回去了。有朋友说：“小朵，你怎么老是在那种什么烂泥巴滩里啊？哎呦，环境也不好。赶海啊，这个说实话，不干净的沙滩上货太少了。它只有在这种泥滩里面，啊，看起来脏的地方，它才有海鲜。我也不想在那个泥滩里面打滚，是不是？”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这个现在天冷了，海鲜不多了，啊，最近也没报桶啊，海鲜也抓的也不过瘾，啊，慢慢再等等吧。喜欢小朵的给个关注，感谢了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朵，那个老爸来船了，今天那个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出海了啊，年前就不出了。
现在我过去接他去。现在过去接他。前面好像就是的，他怎么自己上来了？停船了，不出海了。配电供应了，走吧，刘子。好，那咱你快离不开了。停船了，停了。好，归宿。铺盖，全铺盖回家了。停船了啊，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。这没什么鱼的啥？什么的？什么的？这都是什么的？不到远的都是。这鱼多少钱？这鱼得300块钱一斤。300多块钱一斤呀？那么贵呀？从来没上。这得多少人呀？你说的是300多块钱一斤啊？十多人300多块钱一斤啊？这才是不得3000块钱的？嗯，你说这大概？这个鱼这么贵，我头一次涨。不出海了？不出来。怎么让市长？不好。不好。为啥你在啊？为啥你在大了？风大。风大哈。嗯。你快别出了，明年别干了。快做点好吃的吧，做点好饭。现在我去海边挖点海蚌去啊，趁其天气还没有完全黑下来，他比较喜欢吃这个海蚌。换换靴子啥的，开始下去开始挖海蚌。挖碎了，挖碎了，这个可惜了，这个东西太薄了。我怎么感觉还有？哎，没碎。我说不对嘛，刚才挖碎的是另一个洞啊，这个才是的。看，我寻思我从一边挖的，怎么挖碎了？应该是刚才这个洞的时候往里插碎了。找不到来了，看，成个非洲货了。看，就这样的啊，这个鼻子都露出来了。看，在这里，好，开始挖它。哎，挖进去没有了，跑了，找不到。天气快黑了，回家给老爸做饭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支持了，拜拜。